他都弹好了。前一点啊，嗯哒滴哒，哦滴哒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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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半音要小心一点，对吧？好，送我这日短向日归，这个半音很重要啊，有点这个很有 exotic 异国情调的啊，有一点，你说那个时代能写出这样的音乐，对吧？风我一样的向日归，你的声音、你的歌唱、你的理解。来把这个画通过歌唱画出来。一二那是那是他的恋儿对我来探望，那是他向我把手挥，然后再慢慢出来，好吧？这样子非常好。